盖儿盖不上啊，奶奶给盖来。那这水他要不喝，他就得自己给盖上。假装干净人呢还。哎呀，哎呦，咋回事啊？还没盖住啊？给奶奶吃吧。哎，好宝宝，你都撒手啊？哎，给你。那你不都给我了吗？哎呀，搞我手指头哈，不撒手。哎呀，你瞅瞅，给你看一看去，那他能真拿走去？哎呀，吃这个香啊！给奶奶吧，来，给奶奶。是不是？那奶奶咋还能真拿走？哎，给奶奶，你看他根本就不撒手。你哎呀，见吃的就这样，呀，这就美了。哎呀，乐的。可爱吃桃了。啊，那小嘴吧唧吧唧的。哎呀，还给奶奶呀？那给我吧，你看，就沾我一下手，你都是给我呀。给奶奶，你看，你逗我玩呢。哦，我走喽，你瞅瞅。咦，九九。啊，你在这待着吧，奶奶不管你了。哎呀，奶奶不管了，你自己搁这玩得了，行行。奶奶回家了。哎呀，你看多好，十三个月哈。会走了，是不是？哎呀，喝奶粉啊，我有点奶不多，五个月我就给掐了，完就喝奶粉，一直喝奶粉。现在你看，五个多月，人家寄了。嗯，寄奶了。那时候没多少，本来小时候他也是靠喝奶粉的。你看，奶奶给做的鸡肉肠哈，干啃啃不着。找妈妈去了，肉肉的。哎呀，我要扫地呢，一把给我抢走了。有你我啥也干不了啊！给我来，给奶奶。哎，给奶奶，奶奶干活啊！哎，撒手啊！那你扫吧，你干活吧。长大当保洁的料。啊，给奶奶，奶奶干活用。哎呀妈呀！哎呀！啊。奶奶得干活呀，得扫地呀。你看咬的渣咽不下去，赶紧吐出来。哎呀，咬这么大一块下来呀，哎，就这么祸害。咬大块的嚼不动就吐出来，你瞅瞅。你是真好养活呀！哎呀！哎，再啃哦，就长四颗小牙，啃的一块一块的。这个你不能吃不是吗？你给我的，这你嚼不动啊！哎呀，又咬一块下来。哎，再给奶奶。掉哪？掉这里头了！你瞅瞅，呀！掉地下了哈。啊，还有啊。哎。
好，又咬一块，咔嚓一下子。